那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创作一直以来呢，都是以我的家庭还有小孩子为核心。对，然后呢，这次的灵感《移动愿望》是来自于我的床边的一件作品，叫做《移动愿望的女孩》，就是旁边后面这一件。那这件作品呢，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呢，她涂鸦，然后我会跟她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件作品。那她一直挂在我的床的底端。然后呢，刚好我这一次个展的时候，遇到疫情的关系，然后让我有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想要来诠释关于说，对于说一个小女孩，她在小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你问她说你的愿望是什么，她可能会告诉你她的愿望是喝奶奶。可是到了幼稚园呢，她会说，她可能希望以后可以画画。到了小学又不一样。那跟我感受到的说，这一段期间疫情的改变，导致我们在生活上的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习惯的改变。你平常的愿望可能是，我希望我可以出国，我希望可以去欣赏很美丽的风景。可是到了这个疫情的期间，你的愿望可能会改变成说，我希望能够不要戴口罩就好。所以这个也让我反思到说，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面，对于愿望这个核心的一个所谓的自我价值，它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反思。大家好，我是张礼豪，是这一次艺术家吕英昌创作个展《移动的愿望》的策展人。那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跟我们绰号小巴的吕英昌合作哈，就我跟小巴已经认识七八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对于彼此的创作或者美学理念都有一直以来的这个交流跟分享哈。那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在现在很经常讲究所谓论述的当代艺术创作情况下哈。小巴的作品提供了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真诚的面对自己，然后真诚的面对创作，就是艺术的真诚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在他的作品当中，大家如果初初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是很充满童趣的这样子涂鸦的形式，不断的从画面的各个角落冒出各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这种小生物啊，或者是想象的一些奇怪的小东西，然后在花团锦簇的这些空间里面穿梭来去。那这里面呢，当然也有可能不竟然全部都是美好的、愉快的，或者应该说，本来就因为有很多不美好或者不愉快的事情，才让我们更感受到那些美好的可贵哈。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小巴作品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们并不是看到他的作品就觉得说哇，这好漂亮，这好可爱，然后就结束了。事实上，他还是包含了一些他自己也好，或者说暗示着我们人对于自己生命情调、生命的历程，不断的去对抗、去奋斗的一个结果的总和。希望大家来看了这一些个作品哈，包括说我们会发现说小巴跟非洲艺术的影响，然后他把一些非洲传统的这个木雕作品当作现成物，然后在上面再画出他自己的这一些故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都是在让更多艺术的可能产生哦。回过头来讲说，或者说我们并不特别需要去认真的说想要知道到底艺术家全盘的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或者说他到底在画些什么东西，而是要把自己的情感、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射在他的画作里头，在他的雕塑里头，然后去做出一个呼应。那这样子的话呢，或许你跟我一样，也都会在不同的这个花园里头，然后闻到不一样的花香，享受不一样的这个天空跟美好。